活珠子。这个汤老鲜了，这是黄，这边是青，沾点它这个松的这个烧烤料，这个比较硬，不好消化。太香了。这个营养价值特别特别高。它每个都是独立包装，这个是我拆开的，要不然是一个一个小袋儿外边。这个地方也能吃，但是就是比较硬，不好消化。